臣提倡阵型，散开。散。九。九。劝兵啊！兵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东西啊？不想回家。向阳游乐区由神龙教官在做宣导，宣导完之后我们再出发。今天是三天两夜，两天住加密虎山屋，我们从向阳游乐区出发，大家加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登山口，大家加油。好，就前面三位女生有拍到就好，后面就不用。我们是外挂。我们这前位女生，她身体好像不太舒服，所以她男朋友有没有帮她背包包？这种男人真的很少见了。很少见。对对对，但是我看她可以撑多久了。等下搞不好会让她抽筋哦。第一个，我们在爬山径的时候，步道可能变小，那人与人之间会擦肩而过。那我们选的地方一定要靠近这种山壁，不能靠近这旁边的那边坡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包包很大嘛，走过去的时候，然后突然后面有叫我帅哥干嘛？对，打到他就掉下去了。所以我们要保持的习惯，不管是边坡还是悬崖都是一样。使用登山杖，我刚刚有说，就是距离不要太近。虽然他是你的女朋友，他可能不小心登山杖往后面插哦。对，要注意一下。现在来到了登山路径吗？大家加油！好，他的状态又恢复好了，他包包又捡起来了。但事实上是男朋友已经不给力了。发现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这里是3.4K，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，包包卸下来，让肩膀放松。加油加油，先休息一下。哎。尽量踩湿的话，不然你的鞋子怕你会湿湿的。哦，好。你知道如果鞋子湿的话要怎么办吗？怎么办？放一颗槟榔进去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槟榔吸湿。哇！哎，有吗？有吗？有。现在10:35，我们来到了向阳山屋，但是我们今天没有睡这里，我们只是路过。待会要上厕所的可以上厕所，这里可以休息一下，休息久一点。感谢你们，一人一公斤，步道回填，冲刺沟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女山友，不知道她是不是怀孕了。这么紧张的气氛，我就是要解除那种紧张的气氛。她现在是不舒服了，那她男朋友对她多好，帮她呼呼，对男朋友加分。加分，有加分，有加分。然后你就尽量吐完，吐完的话稍微好一点，我会慢慢带你上去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只能下山了。现在12:31:59，我们来到了黑水塘，大家很开心哦。美丽的倒影，超漂亮。好，我们接下去另外的地方拍照。现在时间1:00，我们在这边用餐。有的用泡饭，有的是
泡面。感觉是什么？什么口味的？因为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泡菜。泡菜。对。你知道我觉得什么口味吗？泡面。嗯。我现在来到了好汉坡，大家继续加油吧。这里稍微有点陡，连母鸡走过去都会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母鸡抖啊。母鸡抖。知道了吧？哦，这里就是好汉坡的终点站了、哦。对啊，不要高，但是不要高兴太早，前面还有向阳瀑布。哎呦，生气呢，谢谢你。我们现在努力的爬着，目前天气还算不错，蓝天白云。好漂亮，超美哦。好。没有，你只会出现一种路，还是这路？好强哦！给手，给手，给手，我们现在在向阳山的林线上。耶！耶！你干嘛？耶！好，恭喜大家，我们来到了向阳大崩壁。大波壁，大波壁，大波壁。然后向阳瀑布就在我们的上方。上方。那个就是向阳瀑布。这是我待会要去的。对对对，待会要去的地方。哦、向阳瀑布。不会慢慢走就会笑了。是向阳瀑布最陡的地方，手脚并用哦。可以推他的屁股、啊。对对对，慢慢上来哦。如果他肌耐力不够，那男朋友就推他屁股。好，很好，默契绝佳，果然是刚交的男女朋友。现在时间3:55，我们来到了向阳山的三岔路口。待会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那我们继续前进，目标嘉明湖山屋，预计5:30用餐。后面得要慢慢跟上哦。我们现在要下切嘉明湖山屋。是的，加油加油！哎呦，有微笑了呢。大家没发现他也很像任嘉萱 ，Selina。肚子饿了。好，等下到山屋就可以吃饭了。现在时间4:40，我们来到了嘉明湖山屋，我们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到了，吃饭了。对，待会准备吃饭了。加班。熊出没伙食第一天，青椒肉丝、卤白菜、猪蹄膀、麻婆豆腐、肠豆、青花鱿鱼。菜供碗汤，跟我们的苹果，我们的厨师小 K。嗨。
现在时间5:50，我们从加密雾障物慢慢出发，目标天使的眼泪，如果看不到就自己掉眼泪。现在日出很漂亮哦，再怎么漂亮也没有它漂亮。哎，太开心了吧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上坡路段，后面就是向阳山，明天我们会过去啊，不想去的也没有关系啊。后面还有单身狗。哦，单身狗。哎，嘲笑单身狗太过分了。你有女友男朋友了不起哦？他长得很帅吗？还不错吧，但是不是很明显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前面就是向阳北峰休息站，我们在那边休息。那这边有一个拍照景点，叫做跳跃石，待会我会带你们上去拍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向阳北峰瀑布坡，准备下车了。下坡的时候一样注意安全哦，不要扭到了。女生可以啊，我可以背着走。男生自学多福啊。今日景非常漂亮，蓝天白云。我们今天来到第三个上坡，大家加油！你看你多漂亮，加油！第三个上坡快结束了，加密湖3天2夜，我们终于来到天使的眼泪。耶、yeah, ，终于到了，天气好好，谢谢喽。Yes, I did it. 不会再来的，太阳给我出来。Yeah, 来一次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，总算到了。耶、yeah, ，乌云退散。OK， 那我到了。等一下，会蓝色的加密湖，相信我。相信你。对，相信你。加密湖，解锁成功。耶、yeah!。还不错吧？我觉得他们像白痴呢。我们现在要前往3x3。好，你看这边天气特别好。现在时间12:21，我们来到了3x3，恭喜大家又获得百月一颗。三加三，三起中国。大家获得百月一颗。我们开始要下切了哦，这是第一个下坡目标，加明湖山屋。向阳北峰三个山头，过了这边之后，后面的路就比较好走，就没有那么陡。熊出没第二天的伙食，醉鸡腿肉、高丽菜、杏鲍菇、番茄炒蛋、咖喱鸡，还有大明虾，水果。
汤是酸菜肉丝汤，酸菜肉丝汤，主厨是小飞哦，然后帮我们准备这个丰盛的晚餐。现在时间早上4:43，我们从加密湖山出发。原本预计是4:30就要出发的，迟到了。搞什么东西啊？搞不清楚。我们待会要去向阳山哦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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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现在我们要前往向阳山，大家加油！没有睡饱啊！然后前面那一颗就是向阳山哦，大家加油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耶，快到了！耶！然后总算是有朝气了啊！空气很好，我们快要接近三角点了。过了这个碎石坡，我们就抵达向阳山的三角点。加油！可以吧？Go, go.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向阳山，今天天气很好，太阳很给力。好，我们的队伍在这边。向阳山，登顶成功！耶、yeah! ！好，恭喜大家！我们现在要离开了向阳山，目标向阳游乐区。我们来到了向阳哭坡，水声长叫，往那边走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对对对，屁股坐着，然后水声长叫，比较安全。
慢慢走下来，不要跌倒了。男生跌倒我会笑哦，女生的话我会给她哄哄。经过了向阳山屋，继续前进。刚刚已经上完厕所，喝点水补充热量。哦，这里啊，你去厕所干嘛？哎，别闹了。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哦，这里，你要看我在哪里啊？不要这样嘛，讨厌我也不要这样子啊。来，走走走走。我要开始下车啊。大家很认真走路啊，下山应该开心一点吗？耶，小心！好，我们回到了2.7K 水源头，接到了松涛步道，待会的路会比较好走。三天两夜结束咯，我们访问一下他们的新的感想。成功，好，爽爽，耶、yeah ！谢谢喽，好，耶、yeah ！吃饭吃饭，耶、yeah ！我要吃鸡排。好，完成了，谢谢。OK， 恭喜大家，平安回家。Бежать